影片中白色汽车驾驶行为在多车道右转弯不先驶入外侧车道，已经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一项四款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另外，不服从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指挥稽查任务人员之指挥或稽查，违反第60条二项一款，可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本分局已经依据相关影像通知当事人前来说明调查厘清案发经过，并依据相关规定开罚。警方呼吁驾驶人应服从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指挥稽查等相关人员的指挥管制，以免违规受罚。良好交通秩序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